哎，小黑，那我一定要去的啦。我们两个是拜把的，他出了事情我不出面，那传出去我太不够意思了嘛。 我跟你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真的最后一次了啦！怎么样嘛？这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你只要走出这个门，你就再也看不到我。你在威胁我？ 一个可怜又偏执的女孩，我在敏明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叛逆的影子，仗势着年轻，一个人跌跌撞撞走向未来。其实她是孤独彷徨的。此时的我，若是轻轻扶她一把，陪她走一段，或许就可以让一个寂寞无助的灵魂又重新建立希望。对不起啊，打烊了。 对不起，真的已经打烊了。我知道已经很晚了。你根本就不应该来的。你好吗？ 孩子，好吗？我有8年没有见到他了，我很想看看他。你要怎么样？你想把他带走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看看他。 真的，我很想他，我真的只是想看看他。我知道过去的事情，你是不可能会原谅我的，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些。其实。 我老早就想来看你们了，可是我没这个勇气，没这个脸来见你们。离开你们的这段日子，我出了事，坐过牢。2年前我才出来，我现在在开计程车。如果你真的已经回头，我想对你的人生来说还不算太晚，毕竟未来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 是啊，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东东？
哎，你已经当妈妈了，这几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体会到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所以，那你一定能够体会，如果做父母的那么多年看不到自己的孩子那种心情。 不知道带他来这儿是对还是错。我只晓得，我不可以阻止一个做爸爸的去爱他的孩子。妈，他是谁啊？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。是眼泪，叔叔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叔叔，我……你不要骗我，你不是说你是我爸爸？ 一定是我爸爸。其实我早就看过你的照片了，只是他现在比以前瘦，比以前黑。爸爸，你现在回来了，会和我们一起住吗？ 东东，爸爸会常常来看你。谢谢。妈妈，我还钱吗？可是你们耐心等两天啊！小丽，小丽，那你是真的不陪我们停车？小丽。 你想干什么？想啊！可是要怪人保大啊，他每天不洗澡，全身酸痛，那满头烟锅槟榔渣的，跟他打抱多恶心啊！我看你是欠扁。打就打嘛，不过先说好哦，不可以打我的脸。扁他！ 去哪里啊？去爱姐家。啊，你。
时候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个人把我从阳台拉下来。咦，这么巧，两次刚好都是你救我的。下次不可能再这么巧。停车停车，我要打电话。喂，快点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明明，他是小丽。你在阿姨店里面做了多久了？今天才第一天上班。很好啊。有什么好？第一，你找到一个好老板，爱是个好女人。这个我知道。第二呢，你回来了，你找到正途了，而且你回头的早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在乎别人知道我的过去。对对对，做人就是要敢做敢当，但是要知错能改，以后不再犯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而且，怎么样？而且要回头的要早，不要像我一样，三十好几了才懂事，那时候就来不及了，人事全非了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即使你想努力，都已经太迟了。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。哎，录节目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哎，要送你啊。不用了。不该来的，艾姐，是我要陈哥带我回来的。我走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想找的陈小丽居然是敏明的朋友。在广播中那个熟悉的声音，真的是阿陈。以前惹是生非的阿陈，今天却是个为善不欲人知的好人。他真的改变了吗？